Hello， 大家好，我是火星小娇。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针织衫，买了两个颜色，卡其色和一个姜黄色，都买回来了。它总共就两个颜色，是一个均码的，然后还入了一个裙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它这里呢是一个这种翻边的啊，有点像假脸件啊。袖子呢，它是一个长的袖子，下面还拼接了和领口一样的拼色啊，特别好看，很有质感的感觉。它的手感摸上去也是特别柔软的啊。这个颜色呢，比较适合秋冬的季节，不管是单穿还是做内搭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看一下版型，版型呢它是有点微宽松的，它是一个均码的啊，它这个是一个卡其色的。我们再看一下姜黄色，对吧？这款说是姜黄色，其实大家看一下，它有点像咸菜绿。看一下这个袖子，袖子拼色了一个米色的。看一下整体的，我们再看一下后面，同款啊，这两个颜色我都买回来了，给大家测评一下，看看哪一件颜色更好看一些。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个这个卡其色毛呢裙子，这款裙子质感摸上去还不错，后面是松紧腰的，穿上身就很舒服，侧面是带隐形拉链的。它这个整体版型呢是个 A 字裙，不过它打开过后有点褶皱哈。这个买的是 S 码，这款裙子有好几个颜色，喜欢的话可以到时候自己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把它穿上身，看一下我到底怎么样吧。好，我已经穿上身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姜黄色。姜黄色我搭配了一个黑色的休闲裤，这款裤子我觉得特别百搭，所以搭配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下面我就搭配了一个这种运动鞋，非常适合秋冬的，而且很百搭。这个鞋子也可以配牛仔裤穿啊，或者黑色的长裙或者短裙也是可以去穿搭的。这是一个姜黄色的效果，这个颜色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有点挑肤色啊，所以先试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这件衣服呢我是贴身穿的，它稍微有一点点小扎人，不过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啊。正式的上身感受给大家反映一下，我们再试一下那个卡其色。好，卡其色我们已经穿上身了。卡其色呢它带一点秋天的感觉，有点小复古，不过它这个拼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我觉得比那件姜黄色的要更好看一些，大家觉得呢？下面就搭配了一个这种咖色的裙子，我觉得这一套穿特别好看，但是它这个裙子我收到的时候它是有点褶皱的，大家将就着看一下吧啊。如果大家有同款的这种或者类似款的这种咖色裙子或者休闲裤也是可以做穿搭的。下面的话我就搭配了一个冷鞋，这样一套穿就比较有气质一点。总的来说呢，这件上衣的话呢，它除了有一点点贴身穿有点小扎人以外，其他没有什么毛病。这件上衣我觉得特别好看，款式下面配裙子或者裤子的效果都是没问题的。搭配一个包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记得点赞鼓励一下小娇哦。如果有你想测的款式也可以私信给小娇。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